典型只修图白兔的神奇进化史。双胞胎女团白兔近日发行新专辑，日前姐姐 Miko 被拍到与景如约会，可见两姐妹桃花运超旺。不过她们的容貌进化史才是网友最关注的。回顾白兔出道十年的 MV， 能不能找到什么？是不是有经常维修啊？不对，应该说是越来越会打扮。不过白兔有话要澄清，化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吧，不然每个女生在这边都素颜了，对吧？还有修图。